今天呢、啊，就跟大家呢讲到这里了。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来一次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人呢都喜欢呢叫台长看看图腾，那么不看的也是不行的。那么希望呢能够抓紧时间多看几个，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场了，大家共沾法益，共结善缘，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菩萨、所有的菩萨，台长感恩你们，台长也希望大家再一次感恩龙天护法，众位菩萨，感恩你们让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四场演讲会圆满结束。谢谢大家，真的很开心。好，接下来台长开始解答听众们的问题，也是很精彩的，因为每个人大家从他的身上可以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做。台长你好。你好。我女儿出生在2018年，小兔子今现在10个月，她的脑发育不良，现在靠鼻管喂食，身体有时候会抽筋，她的手不能完全打开，她的脚胖胖的，没有感觉她的脚板，然后她的眼睛看不到，她长期发烧。讲都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你就告诉我她属什么几几年的就可以了。她出生在2011年，小兔。几几年？兔子是吧？兔子。我告诉你啊，你的孩子的脚板啊不能这么样的，听得懂吗？是这样的，平的。是的。你的小孩子还有大小便有点失禁，听得懂吗？懂。对不对啊？因为大小便失禁，他不是，就是说小便的时候他不讲的，就自动就出来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哎，就是大便不像人家说要有一个感应，小孩子会哭哭啊弄弄，他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因为现在看到他这条从这里一个肠胃这一条管子一直到下面全部都是黑的，你明白吗？哎，要看看什么道理吗？身上有两个小鬼，你自己打过胎？没有。流过产有吗？没有。没有啊，有两个，你自己看一看，那就是你妈妈的。我想问问看，你妈妈有没有掉过孩子？我不清楚。你赶快去问问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明白吗？现在我不跟你讲其他的，现在两个小鬼在这个小孩身上，所以他并不是一点不讲话，他有时候哭起来的声音不停的，还会抽筋，手啊有点痉挛，对不对？对。你现在我看到的可能是这两个小灵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你家里惹来的。我想问问你家里有没有小孩子的照片，就是不认识的人的照片，很大的，有没有挂在小孩子的房间里？没有。没有是吧？还有其他人的照片吗？没有。没有是吧？好，特别当心好吧，不一定是家里的，但是我看这个两个小鬼一直会搞他的，所以你赶紧每一个小灵性给他念49张小房子，明白吧？你有没有姐姐？没有。妹妹姐姐有吗？有。有吗？有妹妹。打开过吗？没有。没有是吧？那你自己去，其他的我不想讲了，就是说凡是台长看出有灵性你就给他念掉就可以，其他的不管，怎么样到孩子身上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赶紧把它念掉好不好？好。好不好？
间，如果你们放生许愿念经，才会慢慢恢复。现在很难，哎，他的脑子啊，这个脑部这个地方啊，我刚刚看到好像有刀疤，就是说可能医生已经给他动过手术。还没有是吧？但是那就是有一条黑的线在他这个地方脑部的当中，一条是横过来的线，你特别当心一点，明白吗？能不能给他念大悲咒，手放在他的头上，嘴巴上一边念大悲咒一边手放在他的头上，你试试看，他会动，马上就会动，好不好？哎，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吧。两年半慢慢的时间蛮长的，所以有时候救人也蛮难的，因为看到有些人孽障很深，台长也是很难过，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孽障，你说吧。谢谢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很显灵，让我被触动，可以看到。大慈大悲，你就不要激动了，赶快关门去吧。我从头到脚都健康，都很麻烦的，很糟糕，糟糕，一塌糊涂，不懂是不是而已，在作祟啊。还有我晚上口很干，有一年多。你用不着讲这么多，我让你看看。老妈妈，你告诉我属什么的？我是1949年属牛的，如实出生。啊，老妈妈，你的骨头啊，关节很不好。对。老妈妈，你这头牛啊，年轻的时候太累了。我看你这头牛啊，这个脚啊，你是一头水牛，你缺水。你这头牛呢，两个脚呢是站在水里，但是水呢只到你脚的这一点点。如果水上来，那你这头水牛才叫真正的水牛。所以你现在最好在床底下放一点水，那么多念心经，好吧。老妈妈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啊也很不好，你的眼底的视网膜啊有严重的障碍，所以你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楚。我可以告诉你，老妈妈你现在的血液有问题，我看你血糖不稳定，你的血糖啊非常不稳定。我用几个血糖是正常的。哎，你要看看，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你的血糖不稳定。因为他的血，你要知道验血要看，就是说你比方说早上空腹的时候验一次，你跟医生说在你吃完饭之后2个小时再验一次，看看正常不正常，才能确认你是不是有血糖的，明白吗？现在我看你是有血糖问题。我想问你老妈妈，你生孩子的时候你血糖高过没有？没有，我血糖是很低的，血液也是一路来很低的。很低也是麻烦，就是叫苏慕杰，也是糖尿病的一种。是。哎，是不是啊？不知道。特别低是不是啊？上面呢，那比例上面是也好的，就是多高到一百，然后。你说的是血压吧？嗯，是的。哎，我说你血糖了。血糖我是在进食时候是5点多正常，如果是吃东西的时候是6点多。哎，不高。偏高一点点，应该如果2小时吃完饭之后，血糖应该恢复到6.0左右。我。刚刚吃饭过后啊，是2-3公斤左右。哎，偏高一点点，你再去试试看，好吧？老妈妈，你不要跟我讲，台长看得多了，这种情况你好好相信台长。我告诉你，你跟我注意一点，嘴巴干，我现在给你找出毛病，就是血糖不正常，好吧？为什么我就是不明白我
我脸上身上有长印章啊，这个 Freckles 好像是英国人这样的，我都是亚洲人，为什么会长？他说长了什么英国人啊？ Freckles 啊， Freckles 啊，去吧。你现在几岁了？我现在是六十岁。你以为你只有36岁？老年雀斑谁没有啊？哪个老人家不生雀斑的？我中年也有啊。中年就有了，所以我告诉你，你的血液不好啊。血液不好。血液不好才会身上皮肤长东西啊！身上皮肤长东西都是因为血液的关系，大家听得懂吗？我跟你讲话，你听得懂吗？我听得懂。你不要这么倔，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很多人。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没有没有，最后回去医院出来了，明白了吗？好了，对不起，我的没有关系的。我再讲一下，你这个甲状腺有点肿大，喉咙啊，咽喉咳嗽干燥，你的咽喉和食道都有问题，老妈妈听得懂吗？听懂。是不是有灵性在我身上作祟？作祟就是魔鬼鬼祟祟的作祟，你不能讲他们的灵性，你讲他们不好，他们很不开心的，因为灵性说不定是我们的过去的祖宗啊，是我们的亲人啊，你听得懂吗？懂的。所以像这些情况，你自己要好好的给他们念经。我告诉你，你做梦做得到的，像就是说过世的人，你做到过没有？你告诉我。没有，从来没有。你过世的亲人有没有做到过他的梦？没有一个。哎，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当时说没有没有，有一次我说一个人在广播里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有四个，过去有4次婚姻，没有，卢台长肯定没有，3次。结果过了一个月打电话进来，对不起卢台长啊，哦，我想起来了4次。不要这么回答，这么坚决。台长看这个东西很准的，明白了吗？你自己想一想，你奶奶、你的外婆、外公过世的人，他们过世之后，你有没有做到过梦啊？我老妈妈，我没有看到我奶奶和爷爷。外婆有没有过世的人啊？也没有。好了。他像他这种人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晚上给他看一看。没关系的呀，真的呀，就让你看到是谁来找你要小房子的，好不好？我应该做些什么功课，或者我念了多少张小房子？紧张了。是啊，一定要的嘛。今天才结束的，我有信。你现在念49张小房子，给你名字的要经者，好不好？好，那么大悲咒了。哎，你还要注意你的腰。腰。你的腰非常不好，你的腰啊，腰椎啊非常不好，还有你的胆也不好。整身都是毛病了。明白了吗？好了。这样通过念经就 OK 吗？那当然了，你念经保证 OK 了。你先练练看了，好吧？谢谢。师兄啊，我要带我孩子问，因为他儿时我能够今天来了，他在香港已经结束，我还没有见过卢台长，可是在外面的那个时间里面，我想问卢台长，1978年啊，属马的，他身上是一点纹啊，被干扰啊。大家只能都原谅原谅他了，因为他是这里的当地的一个我们的。开始还不相信的人，所以台长来了就要救很多相信的人，所以给他个机会。我讲的准了，他一定会念经的。你念不念经啊？念。看见了吗？不救一个人吗？皈依佛门，要这么救人吗？好了，你答应念经了，对不对？那帮你孩子看看好不好？好好。啊，你想看什么？看他身上有。婚姻啊。身上有没有灵在干扰？因为他总是。几年的？1978年还有没有？他还没有遇到婚姻。没有遇到婚姻。还没有。你不要讲这么多了。78年属什么？那属马。十二月是男的，男的儿子。你儿子当然男的了。男人。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儿子身上是有点灵性的，明白吗？在脖子上，
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的儿子是谈过的，是谈吹的，不是到现在没有谈过恋爱，对不对？当然，因为他没有老师跟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呢？他谈过的。不晓得人在中国。他怎么跑到中国去了？中国。啊，在香港。香港。啊，在香港。在深圳。哎，你的儿子不老实的，很小的时候就有女朋友了。你不要谦虚的。你这样进步太快，因为谦虚使人进步。好不好啊？你不要太凶。我告诉你，你儿子现在在香港工作是好的，因为在这里啊，到底在香港工作？我是老板叫他签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你跟他少接触，因为你的命很硬，你经常克他。是。你太厉害了，你的老公都被你克了。我这么说。你不相信啊？你老公在不在？你问问他，他怕不怕你？啊，你问问他，他怕不怕你？那是你说的，你叫他站起来说怕不怕？我吓得站都不敢站起来。好了。如果他怕，他为什么会有外遇？你，我问你，他怕为什么会有外遇？他是偷偷摸摸的不告诉你，他不怕你的话，他就告诉你我有外遇。他吓得都不敢。他瞒了你很多时间了，你知道吗？被你那天是碰到的，你知道吗？是，鼓掌。你太凶了，人家家里的吃不消了，只能到外面看看有没有不凶的了。听得懂了吗？现在想通了，老夫老妻了。好了，你可以下去了。刘班长，我想问我的孩子应该赶快念哪个咒？赶快给他念姐姐咒，好吧？消灾吉祥神咒。他自己念。对，礼佛大忏悔文，好吧？小房子都可以。什么？小房子都可以。小房子要27张。对。好吧。好。谢谢。我下次再来看你啊。好好念经，好不好？好，谢谢，换一个人吧。他当然老实的，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人不要太凶啊，因为很多人会，男人会打迂回战术，敌进我退啊。好了，这个老妈妈讲了。观世音菩萨。谢谢老妈妈讲吧。真的有吗？你要看过世的人在什么道。老妈妈，老妈妈，你想问过世的人还是活着的人？过世的人。过世的人，你只要告诉我名字就可以了。登记有。叫什么？真和的真。真和的真。吉呢？吉祥的吉。吉祥的吉。荣光的荣。荣是光荣的荣，正吉，你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过世的？正吉，2006年过世的，8月9日，是男的是吧？男的。这个人还在地府。我现在看到他的样子，个子不高，这个男的，人是偏瘦的，脸啊，老妈妈，头发有点少，啊，但是往后梳的，对不对啊？啊。所以老妈妈接下来问我第二个问题，那怎么办？老妈妈，你就好好念小房子，把它超出去，好吗？对，好吧，其他没有什么。还有我的女婿。啊。女婿。
你的女婿啊，他也是博士，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黄颜色的黄，黄颜色的黄，三横的黄啊，王黄正明正师正动的正啊，对，一个宁宁静的宁，什么宁静啊，宁静的宁，王正宁什么时候过世的？男的是不是啊？啊，2011年，什么？2011年7月16日。王正宁，王正宁。7月16日。老妈妈，我告诉你，过去你曾经做到过他的梦。过去啊，王正宁的梦你做到过，但是我告诉你，你以后永远做不到，是不是？因为他投人了。明白吗？你告诉我，你做到过他梦吗？现在，投人了。所以不懂得念小房子，不懂得超度，很容易把自己亲人就送到人道，下辈子再做人，明白吗？很恐怖。好了，把妈妈只能问两个了，不能再问了啊。好了，投人了。不能再问了，好吗，老爸爸啊？好，谢谢。台长啊，我是想，我跟我的姐姐问的，她是53年蛇，她的身体。53年属蛇的，你的孩子是吧？我大姐。53年属蛇的，你大姐。那现在是这样，我现在看见你大姐呀，从胸部这个位置一直到下面大腿这个位置里边颜色非常的深，不很好。她的腰有问题，对不对啊？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肾脏就是腰子肾脏当中还有小囊肿。现在还有妇科病，妇科病啊，台长看还要怎样？你赶快给他烧小房子好不好？多少张？哎，你给他烧78张。78张。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这个姐姐啊，我可以告诉你，人蛮好的，蛮老实的，而且呢，比你老实很多，你比他滑头，听得懂吗？而且呢，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也很孝顺家里的你这个姐姐，经济上呢比你要好一点。对啊，说的都对。好了，不问蛮好，换一个。好，下一个。师傅您好。我想听师傅看看我的丈夫63年的兔。你的丈夫？对。几年的？63年的兔。你想看什么？你告诉我。他的右眼睛啊，目前呢看不到东西，然后左眼的视觉也不太好。好，我告诉你啊。他的右眼睛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全瞎掉了已经。啊，是。左眼睛眼底血管小血管眼底啊出血，所以眼睛视网膜混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他不但在这个左眼不好，他的鼻腔也不好，他的脑子经常会头痛。你知道你先生吃了太多的活的东西了。是金饰那么还是前世的？金饰应该也吃，前世也吃。你像，我想问问你先生工作当中有没有
杀生的工作。他从小就是跟着念佛的，他没有杀生。没有杀生。啊，那我现在看他身上还是有灵性，就是很多小的灵性。我不知道他孝顺妈妈有没有给他妈妈杀过生，或者买活鱼什么回来。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他觉得自己杀过的。你看，一会儿说没杀过，又我跟你说的，一定杀的。我告诉你，杀念的时候，而且不能动念头。如果杀鸡啊什么，拉住他的，哎呀，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这种动作心里很恨的那种样子，我告诉你，你一定记住了你的八十天中，所以你一定会出事的，你明白吗？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那我应该怎么样？你赶紧给他每天念49遍那个往生咒，好不好？那小房子需要吗？什么？小房子。小房子啊。需要念吗？小房子给他念49章，好吧？好。好吧。我告诉你，你先生虽然学佛，但是你先生跟刚才那个女士一样，曾经有一个外遇，有一个女的特别喜欢他。嗯。对不对呀？你是说年轻的时候？啊，对呀。还没结婚之前。结婚之后也有人喜欢他。而且很危险。因为他长得很英俊啊。你在懂吗？还想我想请问一下，他除了眼睛之外，其他的身体部分呢？有肾脏。肾脏。腰子很不好。还有泌尿系统很不好，小便，泌尿系统非常不好，明白吗？他现在年纪不算太大，但是他的前列腺不好。那么这些是身体健康情况，不是灵性引起的吗？是灵性引起的。这一些的小房子，那么总共要念多少张？总共你最好不要停，每天要念一张。你如果念不了的话，你每个星期给他念5张。好吗？所以除了那49张，再加上去都不知道。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讲，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在。啊，那他人挺好的。好吧，其他就没什么了。你好好的跟他好一点啊。好。76年的龙，76年属龙的，想看什么告诉我。它是属于什么颜色的龙？啊，它这条龙还不错，属于白龙。白龙。那么我想知道。你给它多穿点白衣服，它会非常幸运的。明白吧？它小时候生出来非常白的，现在有点黑。喜欢打扮呢，哎呀，换衣服，哎呀，这条龙在上面翻来翻去，所以他工作不稳定。对。还想问什么？我想知道他身上有灵性，还有那个孽障。啊，有灵性。有吗？有灵性，在他的腰上。在他的腰上。腰上。我应该怎么帮他？你帮他念49张小房子行吗？可以。还有，你这个女儿比较娇惯，不大听你的话。对。脾气倔得不得了。对。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对。你年轻的时候跟她一样很漂亮的。我刚刚看这条龙啊，我就把龙再伸进去看，我看到他的脸了，你听得懂吗？这个小女孩啊，
你别看他，我告诉你，个性强，他读书倒还是不错的。不能一直看下去了，你想问什么吧？还有他的一点。目前来看，曾经谈过两个。对。叫他要求放的低一点行不行？他这个年纪应该是可以吧。为什么要到了这个年纪才放低点呢？早点放低点也没关系啊。他工作的那个什么也是很强，他工作的太过什么没有时间。对，那么工作再忙啊，也要找朋友的嘛，对不对啊？对。啊，他实际上单位里过去有一个人也追他的，又在看啊，在看什么都看出来了，明白了吗？我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所以我一问我就想了想，这个你问他，因为他今晚上是应该来的，他没来，他没来也抽到我的号码了，我就帮他问，所以我只是要知道就是有没有灵性，有没有孽障，你还想问问他有没有姻缘？对，那你想什么我都看得出来。告诉你啊，他的姻缘会有的，没有问题。但是一个非常，他不在这里，我想跟你听。他有一个，他如果结了婚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很开心，但是慢慢的就会有点麻烦。我就不想多讲了，跟你不一样。明白。台长有时候给人家看图腾，讲到一半我就不讲了，因为人家都明白了，我还讲什么？好啦，台长您好。你好。想问1933年的鸡，女的。33年属鸡的。身上有没有灵性？33年属鸡的是吧？是。我告诉你，她的身体很不好，有哮喘。懂吧？啊，知道。我告诉你，他的心脏部位也不好，血压也不稳定。对，但是为什么每次他去验身都讲没有事，没有东西？要记住，心脏他已经感觉到胸闷气急了。听得懂吗？但是真的发出来的时候到医院里检查才能检查出来，如果不发的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心脏病会突然之间死亡，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吗？明白。所以我们要帮他念多少？赶紧帮他念心经，每天念49遍。心经每天念49遍。到多久呢？要念到多久？多久是吧？对，最好一直念下去。小房子呢？小房子只要念17章就可以。大悲咒念17遍。每天呢？每天。小房子呢，最好能够给他先念49，然后21、21没有问题。OK， 就是一直这样念下去。对对对。好的，接下来我想问81年的鸡，女的，我自己的，运程。81年属鸡的，只能问一个啊，能问两个，后面人怎么办？好了，给你看一个吧，就是你这个人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有点怀才不遇，你这个人性格啊比较急，听得懂吗？性格很急，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这里还没做好了就想做那个，那个还没做好就想做这个。明白吗？就是你生孩子你很着急。对不对呀？对。你应该怎么办？多念心经，多念解结咒，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念17章，你会慢慢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心经多念一点，你会性格变得越来越慢和冷静。好了，谢谢台长。师父好，谢谢卢先生在此向卢军宏台长请安。好，谢谢。那我想问的是，我的女儿2004年26号6月死回子。2004年，对，唐氏的。04年。对。属什么？属猴。想看什么？他身上有没有灵性？有灵性，有灵性，你这女儿身上有灵性，而且是一个小灵性，你自己都知道了，我都不想讲了。你小房子好好念念，听得懂吗？叫个孩子，好了。所以到后来我就不好意思讲了。这个是谁啊？要给他坐着吧，小孩子后天你们给他的椅子坐着，要给他坐着。台长您好。你好，你坐下来吧。好，坐下来。谢谢。你讲吧。我跟女儿02年属马，她因为脑部长了肿瘤，现在要做神经，现在医生都没看。你说孩子很苦啊，真的很苦，真的很苦。几几年的？02年。属什么？马。马是吧？我告诉你啊，他现在脑子里这个肿瘤啊，应该是有一点点扩散，对不对啊？所以已经影响到他的肢体，手和脚都不大听指挥，也就是说人很容易偏瘫。属牛是吧？马是吧？他这个病不是小时候一生出来是有的，是到后来才得的。去年才到现在没有。而且我看到了他，你们家好像是搬过家，也不知道动过，听得懂吗？2年前搬过家。2年前搬过，2年前得，还要台长讲吗？大家想一想就明白，对不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家里风水上出问题了，搬了一个家，如果搬到这个家之后，这个家里有灵性在，你这个孩子很容易出事，明白吗？房子里有灵性，就是老的房东如果死在这个房子里，那就很容易找上他，因为你们住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在香港买房子的时候，他们会挂出一个牌子叫阴宅，也就是说死过人的它叫阴宅，所以价钱很便宜。如果阳宅，就是说不挂牌子的，这个房子就比较贵一点。你们这个房子搬进去之后，就家里出现一连串的不好的事情。好了，我帮你毛病找出来了，接下来看你自己怎么做。现在看到了，你就给家里房子的要经者，能不能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一共要念49章，先把它操纵走之后，然后呢，慢慢的
小孩子才会恢复，给小孩子还要念87张小房子，好不好？你呀、啊，看了吧，祸不单行，房子啊，所以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根本不知道啊，房子不要乱搬。我台长再告诉你们个事情，好不好？如果年纪太大，千万家里不要动土，不要说搬家，不要说我把房间凿个洞，这里房门啊开那里啊，不要做。住惯的家，如果平平安安，就千万不要去把家里风水左换右换，这样会影响你们家的风水。很多人就是家里一动土之后，老人就走了，听得懂吗？就是这样，你现在得的这个毛病，所有的等等的一切，都是家里的灵性在给你捣蛋。好了，毛病把你找到了，小房子好好念，好不好？解决了。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还不知道自己是出了什么毛病了。我们家里为什么接二连三的这个出事那个出事，为什么一天到晚不顺利，实际上都有原因的。你请说吧。对，好。我是57年的鸡。五七年属鸡的。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57年属鸡的是吧？啊，那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甲状腺癌虽然动过手术，但是现在你在你的这个后脖子这个地方，照样有点感觉、感应，有时候有些刺痛，怎么着呢？属鸡的是吧？好，还有自己的腰椎。和腰啊，腰椎和脊柱都有问题，所以你睡眠很不好。你还想问什么？那这里有没有念上灵性？我需要多少小房子？还有我打开的孩子有没有？我念了几个呢？打开的孩子有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打开孩子走，打开孩子走掉了。走掉了。你说什么？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所谓啊。那我们念到还有这个灵性，还需要。啊，你自己先念。你如果现在这样，你21张、21张这么念吧，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吧？再报5个吧，到10点钟结束。再报5个吧。好，再报4个。感恩卢台长慈悲，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的第二组号码是77、77、1895、1895、10号、10号、2366、2366，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看图腾。哎，你好。你妈妈？她是1961年属牛。1961年属牛的。想看什么？啊，这个情况。看都不要看，他的一个长辈在他身上，你们怎么都听不懂的了？一个长辈过世的长辈在他身上，明白吗？所以啊，实际上这个小鬼在他身上跳舞啊，这个鬼啊在他身上跳舞啊，明白吗？就是这样，好吧？那他想问他爸爸的妈妈。啊，他想问他是他爸爸还是他妈妈？那个小鬼是他的爸爸的妈妈。啊，他想问是吧？
啊，他自己已经讲出来了，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他身上。我跟他只要一接触，他马上就知道，现在他爸爸妈妈不在他身上，但是整天的在他身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好了，听得懂吗？你们讲话怎么这么轻呢？我听不大清，讲得响一点好吗？好了，你现在给他念380张小房子。380张。哎，好吧，他脑子很清楚的。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抖抖抖抖，是他爸爸妈妈在身上。如果一离开，马上就不抖了。但是呢，还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因为长期的抖之后会留下一点点后遗症。但是随着时间过了，慢慢就会不抖了，没有多大的关系，好不好？赶快对着话筒讲。78年属马的。78年属马的。女孩。想问什么问题吧？就是她现在病得很厉害，脑干堵塞，不会说话。明白。属马的是吧？对。嗯，很麻烦。我告诉你，虽然他年纪这么小，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在拉他了，他很危险。是了，我给他念了30张小房子以后，他才退了。我告诉你，他一直在发高烧，现在我看见他脑子这个皮层这里全部都是灵性在动。你想想看，你到底干什么了？这是我小姑子的孩子，他妈妈也住院，他家收拾了房子以后，重新装修房子以后，娘俩搞定了。看见了吗？又一个因为搬家买房子的事情。不是搬家，收拾家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刚刚台长教你们，家里不要去动，原来有的样子尽量少动，左动右动就会出事情，明白了吗？那我。他需要，但是这些灵性不单单是房子的，我看还有其他的关系，明白了吗？我想问问看，你们家里有没有过去开过餐馆啊，或者有什么沙业啊？他家，他姓马家没有。男方家呢？就是男方家没，那个男方家我不知道。啊，那就好了。我告诉你，只要有这些的话，他这种小灵性在他这里穿来穿去，穿来穿去，所以他的脑子一塌糊涂。是吗？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很危险的，医生肯定要发病危通知。是吗？嗯，好了，其他没什么了。那看需要念多少张小？怎么超度？赶快念往生咒，每天念108遍。好，小房子念，先念49张，然后再21张，21张怎么念？好吧。好。然后再给他这个小孩子，还要给他不断的要声闻。声闻。哎，他的名字非常不好。马林。还加一个字叫鼠，马铃薯。铃这个字尽量少用，听得懂吗？它是王字旁，森林的铃。不好。拍两个冰淇淋。我是他舅妈，他妈也是在住院。你们经常让台长这样吧，好吧，你待会儿到秘书处把你这个情况写下来。
好吧，刚才台长能不能帮到你，因为今天这个这么多人都听着，所以不要，因为台长如果要帮你起名字，我要把他的原名要打到天上，然后要看天官能不能给他换名字，明白吗？自己取名字和帮他找名字是两个概念，也要看看他在天上有没有天福，如果有天福的人才能改名字，没有天福的人有时候天官也不一定给他改名字，明白了吗？明白。好了，来，哇，大家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吧？人可怜吗？有多少人生病啊？就在我们身边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佛啊。台长你好。啊。我问我的女儿，1999年出生，属兔子。想问什么？她现在很喜欢打人，因为打自己。什么打自己啊？她已经是像这种有点痴呆症的前期了，他的脑子现在不正常的，听得懂吗？嘴巴乱讲话，脑子思维不对。他自闭症。哎，好了，自闭症就是人家说精神病患者的前期，明白了吗？他已经闭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他才会成这样。这个讲都不要讲的，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灵性在身上，你想一想是什么灵性吧，我都不愿意讲。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不知道，让你知道知道。小姑娘告诉他。好了，你这样吧，现在我告诉你，好吧？他回到家之后，明天如果冲着你嘴巴里讲。谁名字啊？弟弟妹妹，那么你就不要讲了，你打他的孩子。如果他说爷爷奶奶，好了，爷爷奶奶再来，我让他明天自己告诉你。小房子给他念87章。小姑娘点点头，点点头，87章好不好？啊、哦，我今天不给他看了，因为时间问题。我在香港的时候，很多人进来，我当场给他看了，当场就好了。但是今天因为没有时间，你赶快回家跟他好好念吧。还有，你不要太厉害，你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太厉害，现在好一点，明白了吗？太厉害，知道吗？马来西亚是不是叫太厉害了？啊，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啊！台长你好，他只说英文，不懂中文，所以我替他翻译。啊，这样子的，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她是属60。Yes, please.双胞胎的姐姐，她是1965年的蛇，她目前患有乳癌，现在还在医院里。她想问问她到底下星期三出院以后动不动手术好？63年属什么？蛇。六五年的蛇。从目前来看，她姐姐要动手术了。Okay. 因为医生一定要叫他动手术。OK、嗯。他可不可以通过念小房子来化解？要多少张小房子来化解这个？问题他姐姐相信不相信？他姐姐念经的，但是他不知道他念什么经，但是他念佛经。那问题要记住，很多经文不一样的。你叫他先转换。啊，先试着心灵法门的经文试试看，其他的经文呢暂停，啊，也不是说以后不念，先暂停。哦、OK。OK。OK。那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师傅？
他姐姐跟他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微小，两个人有时候好得不得了，有时候两个人要矛盾很大，明白吗？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会有些麻烦，但是平时感情上还是不错的。 Yeah, correct. 现在他跟他姐姐两个人同样做了一点事情，所以他对他姐姐呢特别的关心，一起做了一件事情。 Yes, correct.啊，这给他念56章。I'll try. You try. You must be try. Okay. I'll try for her. Yeah. Try for her. I told you. Your sister face different to with you. Alright. 什么？念功课啊，叫他姐姐赶紧念大悲咒。他的姐姐的那个性格啊，比他软。Your courage is very strong because your sister is very soft. You have to help her, okay? We have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even though we are twins. Yeah, I know.完全不同的性格，听见没有啊？他很厉害啊，他像男人啊。好了，听不懂的，我说他像男人没关系。You look like a gentleman. <笑>不敢说的太直接，有些事情。卢部长你好。你好。我是60年的鼠。老鼠。老鼠。啊，想看什么？想看鼠的颜色。60年属老鼠的是吧？啊，对。想看图腾，想看身体还是看事业？身体，灵性也有，要看灵性。你注意啊。你属老鼠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啊，这个老鼠吧，肚囊很大，说明你的肚子太胖了，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属老鼠的老鼠啊，现在我看头晃来晃去，也就是说它的气量比较小，你以后气量能不能再大一点呢？好不好啊？还有啊，你自己知道你现在的身体主要的问题是在心血管系统，就是比方说血压啦、血糖啦，或者心脏啊这些方面的系统的毛病比较多，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老鼠要多喝水，你现在命根当中有点缺水，你水喝的不多，对不对呀？对呀。好了，其他的呢要记住，你这个人老有贵人帮助，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会有人来帮助你了，对不对呀？对呀。好了，我想我请问我是生的60年属老鼠的。什么？他有灵性吗？身体60年属老鼠，他有没有灵性？只能看一看了啊。好了，你先生有灵性，好了，我不想多讲了。他活的东西接触太多，明白吗？所以，那他要念多少次的这个？每天念48次往生咒，好不好？好了，替他念。最好他也要相信，如果他一点不相信，你替他念就等于你的先生肚子饿了，你替他吃饭，吃好了之后问先生你饱了吗？他相信了。
相信叫他也念，你帮他多念，他少念没有关系，一定要念。那我自己也要念他。你当然要念。我念多少次那个大悲咒？你念21次大悲咒，21次心经，好吧？好。谢谢最后一个了啊！先生你好，我想请问您，这个小孩是2005年的，属鸡的。哎呦！他到今天还不能去上课，他没说一句话，他不能开口，就算大小便他都不会说。但是他什么都懂。他什么都懂。哦，给他一看到我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就算煮饭了也好，什么都好。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像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还看不出来啊？我看不出。你晚上看看他的脸，你怕不怕就知道了。怕。好了，自己阴气这么重还不明白啊？那我你自己造业，你知道吗？我不清楚我造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弥补来救济？自己造业都不清楚，还要我讲啊？你有两个业啊。哦，那我要用什么办？要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还有一个男的在你身上，明白吗？那我要如何能够超脱？哎，所以真的是，现在这个小孩子，我看看他要几伤啊！哎呀，要1400张。1400张。哎，我问问他点点头好吗？1400张。可以不可以啊？看见了吗？鼓掌了，看见了吗？好啦，他的灵性达成协议 ，OK。等我把功课全部做完了之后，他才肯开口吗？才肯放下吗？你想想看，行不行啊？好了，你的问题，你儿子身上的灵性都会回答你，很满意的。这个灵性要求不高，1400张，明白了吗？很多灵性不肯走，要几千张的。好了好了。啊，老妈妈问什么？最后一个，赶快给他放了。哎，不要，赶快了，师傅。哎，我要今年生日，然后带给他们。这块是我的工作呢。哎呀，你抓紧时间呢。你又看看我呀，就是实话您说的，我小妹妹是5万斤的狗，完了以后我就给她送了一些再到500万的小孩。什么毛病？你快讲。她就是好像是跟鸡吧，就是跟年鸡吧，反正就是好像就脱不了的那种。我给她送了500万的小房子，现在也进去很好很好。您看看灵性走了没有？还有。这个不是疾病还是这样？几几年的？5万斤的狗。还有，在他肚子上。在肚子上。嗯，还要给他念180张。哦，好吧。啊，谢谢师傅。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同修让你们的，我谢谢同修，谢谢我，谢谢同修。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知道我们在人间呢、学佛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台长这次呢到马来西亚来，承蒙大家的关心和爱护和帮助，也承蒙我们这些法师的护法，所以呢台长再次感谢大家。如果你们好好的念经修心，台长下次再来好不好？就不会这么点点人了，对不对啊？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你们都去度人了，你们都在帮助人家，因为菩萨多了，所以我们的佛子也多了。谢谢大家，很感恩，很感动，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念经。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顺利，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法喜充满。我们这几天活在天上，很多人增加了很多的能量，观世音菩萨在保佑着我们。希望大家越活越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有一个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护我们，保佑我们的。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我们只要好好的念经修心，神灵菩萨都会保佑我们，让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法船上永远直航，直奔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谢谢大家，太谢谢大家了，台长很爱你们，希望很快又能和你们见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